Hello， 我是 CC。香港食汉堡包咧，通常都会去一啲连锁比较大啲嘅汉堡包店啦。今次咧，我就同大家一起去呢个 Burger Home， 就系一间自家嘅小店嚟嘅。咁我就点选咗两个包啦，第一个咧就系脆酱鱼柳包，咁食落口嘅口感咧好脆噶，个鱼都好新鲜啊！就算咧入边有啲沙律酱咧同佢拼埋一齐啦，都完全冇掩盖佢嘅鲜味啊！配酒方面咧可以拣选一啲纽西兰嘅 Sauvignon Blanc 啦，因为比较高酸啊，咁高酸嘅酒咧同新鲜嘅鱼柳咧好衬噶。第二个咧就系芝士手打牛肉汉堡啊！是他这个店的推介来的，哇你看他多丰富，吃下口感更正啊，芝士融了，吃下口的肉呢都非常之 好肉汁很丰富啊，所以呢我建议可以选一些美国的 Cabernet Sauvignon 或者是 Zinfandel 啊，这两只酒呢的结构性啊和单宁呢很配衬这些重口味和 juicy 的汉堡包。其实除了去餐厅吃饭啦，吃正餐的时候你会选葡萄酒之外，有时一个人买个汉堡包回家都可以选支酒配的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